各位同心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是闭幕式哈，由我们参议院张文彦议长来演讲，请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就感谢大家，大家午安。咱今日啦。拄啊第三天嘛吼，第三天咱拢上尾啊，即个是闭幕式。闭幕式就是讲咱三天来所了解，要来做一个总和啦。咱过来学习一遍，看大家了解偌济。首先啊，要来问大家，咱来这，家己认为讲，咱有来这读这个啊，华理，家己有收获啊无？有嘛吼？所以大家。国企班有要过来无？有、哦、感恩啦、啊，因为咱是一个研究的阶段啦。因为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咱高级班了后，咱有分一个结业的证书啦，表示讲你对法律啊。有了解啊！好、哦、啊，这大家甲大家足感谢，因为有恁啊，咱的目标才会完成啦、啊。为奈讲安尼讲，实际上美国甲咱交代讲爱训练四千名嘛，啊，咱话拍拼咧训练，甲起码。搁加强个训练，要到啊，四千名要到啊，所以，甲这个时阵啊，国际的局势甲看法，真济美国迄个东亚的助理国务卿叫做罗斯，伊在咧讲。2015年是台湾的重要的政治年啦。什么叫做台湾重要的政治年？我看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所了解的美国啊，伊要做什么代志，拢有计划的，唔是讲。伊想到遐，才做到遐。美国人有诶，足反感诶，讲啊，你是世界诶警察，去到遐要插，去到遐要管。啊，实际上，因为伊，我真侪所在去碰到困难，啊，真侪所在。的经验啊，累积起来来，甲咱知道，咱台湾民政府是根据啊，美国安怎甲咱讲，咱安怎做。所以这点爱予大家我足清楚，咱无家己哦讲。美国无甲咱交代的代志，咱家己也来做，无安尼啦。咱就是依照啊，咱开信典礼的时，按照我们美国甲咱指示，我们的主张，我们的主张，根据我们的啊主张啊来做。好、哦，这大家我。有清楚啊嘛吼！
即马我准备一些 PowerPoint， 照 PowerPoint 方式啊，啊，甲恁介绍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首先是要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因为有你，咱啊，才有成功的啊机会啦。啊，甲因为你若无来，干那阮几个啊，我无可能啦。吼、哦，这是大家的代志。啊，若要甲大家讲，这是做好事的代志。有诶讲，安尼来讲咧做好事，实际上我话较好运，我做老师啦。做老师就是啥？咧做好代志。因为讲到遮，写家己自我介绍者，讲咧做老师。因为做老师无必未一定去教人讲做歹，去骗人，去抢人，去玩过。做老师一定我要教我的学生比我更加有成就。我所教的学生出来，大家去社会啊有贡献，咱就很欢喜。啊，实际上老师有一个好处啦，安那好处？即马我都有这个享受，这个好处，安那讲？啊，我的学生都拢是企业界的，有的老板，有的老板娘。啊，伊看了老师，我有迄个专业，他也需要我这种专业的人才。叫他去做啥？做独立董事啦！独立董事大家唔知知无？股票要发行啊，一定爱有一个独立董事。啊，独立董事的，那是伊有迄个资格呢。你袂使凊彩讲叫一个来就遵守呢。啊，我是独立董事啊！啊，这那是伊看到啊。老师讲啊，阿多老师都已经，我七十几岁做老师，做到七十几岁退休了。啊，大家在想讲，哎，那老师法都做到七十几岁退休，结果是照讲教授做到六十五岁，哈哈，老师也会使个言，啊，我做到七十啊。理会才退休，所以大家呐，无了解我的人，啊，大家课表摕起看卖，课表有我的名啦。哦，哎，张文燕哦，啊，搁加两个字就好了，教授，上网去查一查，打上去，张文燕教授，找一找。上网 Google 去找，可以找到我了。哦，啊，這樣大家都會了解了嘛，吼、哦。我真正在好退休的时候，的职位是啥呢？讲座教授。哦，啊，讲座教授，恁大家我也清楚啊，应该。那做老师做个教授都真棒啊嘛！哎，阿兰哥去做讲座教授，我都是超越了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都是我甲大家讲，做老师做老师的好处都是安尼。啊，我要讲我的学生，我的学生有诶，起码做个台湾大学。教授哥，系所主管，啊，这那是事实。哦，啊，大家安尼都，我清楚啊。所以，这拢是啥？拢咧做福音呢。我有做这个福音，学生囡仔有成长，伊唔才去想到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老师
啊，都老岁啊，即马七十外岁啊，啊，都啥物拢无去啊，啊，无来叫伊来干做一个独立董事一个。啊，加减也是我开南山的嘛。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哦，啊，这就是甲大家讲，因为我会使安尼讲，迄阵啊，咱也足认真啊，做老师啊。我教出来学生，第一个个要求，你出来一定要有谋生能力，要安怎跟人竞争？有诶讲啊，你好毕业，你有啥物专长无？我甲我学生讲，你一定要去参加国家的考试。咱若讲，你有啥物专长？有哦，我普通考试及格，我高等考试及格，我会计师考试及格。安尼你，那你若大家做头家，你要用啥物？干那用大学毕业证书讲啊？我读啥物大学毕业？啊！你去讲，哎、欸，我什么啊？大学毕业，我阁有高等考试及格证书。安尼，你是不是比别人较优秀？是啊，不是啊？呢？咱大家来这读册啦，来这做啊学员啦，因为恁都有。比别人较优秀，恁才会选位家来啦。大家家己鼓掌一下，因为你若无甲别人同款，恁敢会拣位家来？未啊！咱若无迄个缘分，直接见到面啦。啊，实在啊，你若。无来遮上课，咱也有这个缘分见面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这条路是100%正确的，因为依照国际法、啊《战争法》、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咱是。100%的正确，啊！咱还接受美国国防部的给咱指导，咱所做的代志，拢一卡步一卡印。大家会发现到，咱以前根本就无一个咱的信任基地。现在有这个信念基地，这拢是缘分啦。这就是，那是让尤先生他说愿意建出来这一块信念基地。啊，这就跟大家讲，这那无这个。天意啊，我足困难的。什么代志拢有这个过程啦？啊，因为咱的出发点是啥物？咱的出发点是为百姓的设想。咱的出发点，两三年前，咱的主张出来了后。咱过去思考讲，咱以后要来创什么？咱的出发点啊，的宗旨啊，是为百姓设想。咱比科比较早几啊年呢？科比即卖在做的代志，是不是以我为百姓来设想？真正也变啊呢？七点。就开始工作啊呢，
凡是七点就出门啊，七点半伫啊怎市政府要开会啊呢？啊，讲佛甲有当时啊，十一点才有转去呢。伊个公务啊，无过工的啦，都一个政府的官员。盖成安尼遐病，咱去想看卖。伊的目的是啥物？咱去想，伊那是一个外科医师啊，照讲伊还足好过啊，何必伊即马出来咧做台北市政府，还足辛苦的呢？这是啥物？拢有一个理想，咱也有一个理想，就是要为百姓设想。所以恁礼拜，恁大家拢这个责任，以后咱的目标拢是为百姓设想。哦，这爱甲大家啊了解讲的清楚，大家。有这个心愿，讲恁要来参悟，当然有会讲，你要做官。啊，若像柯文哲安尼在做官，有看我无？大家去想看卖咧啊，你愿意啊无？那真正愿意啊，大家来斗拼。啊，若无愿意吼，啊，就歹势。你无迄个福气。柯文哲有讲天命啊，还有机会啊，就是天命啦、啊，运气啦、啊，运气就机会啦、啊，再来就是努力啦、啊。刚好他能够抓住啊。啊，这个时点啊，所以他选上了啊。这个就是因为我要讲，就是讲那科批啊，比人较慢啦。啊，因为他为了要实现他的理想，他投进去，比做外科医生较不容易。啊！你看，伊过年诶时，出一个要做啥？伊迄个要做贺，等于是这个叫做贺年啊，迄、那个题字啦。啊，这是啥？阮学生摕来向我诶啦。阮学生到台北市，爱到 copy 有互伊诶，爱讲诶啊，老师啊，这你有需要？啊，提我甲讲好啊，买去拿这啊，足好啊，真正是改变成真啦、啊。咱的目的那是要改变成真，要予咱的人民过得较好，吼、哦，要予咱的人民过较好，这是咱的目标。啊，这还是啊，科批的理想啊，还是咱比较早的理想。哦，咱是啊，伊是吼、哦、一个城市，啊，就是啊一个家庭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科批的观念嘛。台北市就算一个家庭，啊，咱的目标是啊，我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、一个啊。要予咱自治啊，咱也是算一个啊家庭共款大家庭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爱予大家清楚的。来，咱过来，我头拄啊有讲到，这个人，哦，这个人。这跟咱拢有关系啦，是啊，跟咱拢有关系。
因为在2014年4月初五啊，当然这个报纸出来4月初五，因为啊，应当是4月初四，啊，那台湾算起来都啊差不多4月初三。伊安怎讲？伊讲美国支持台湾自治啦，啊，这个自治是啊 autonomy 啊，就是讲要给咱自治，上面有人的自治啦，面顶有人啊，给你自治，啊，这是啥物？啊，拄啊有一个台大的经济啊，迄个教授甲问讲，啊，恁台湾民政府要行到倒一个程度？我都甲讲啊，讲啊，这个罗氏甲咱讲，叫咱自治啦，都哪家加拿大同款，澳洲同款，纽西兰同款。他就是大英啊联邦啊，就是大英国协来的一人。虽然一对外来讲加拿大，事实上他要尊敬这个英国的啊英皇。啊，咱呢，咱叫咱主题就是安怎，咱那是爱。尊敬啊，日本天皇啦，但是甲现在所有台湾的人的观念啊，有诶讲未接受啦。咱咧甲讲安尼，伊讲哪有可能？因这边讲未接受啊，这就是啥？70几年。流亡政府，就中国政府，拢咧借着啊仇日的心态，和日本的南京大屠杀，和日本安怎败安怎败，拢咧讲，啊，足奇怪啊！我的经验。我叫阮老爸叫学道上，叫阮老母叫较正。伊家叫讲呼庙呼庙，啊，我到底是虾米人？我啦，迄阵啊，啊，都中华民国来讲，咱是中国人啊。诶，我啦。受中国的教育啊，60-70年来，哎呀，足奇怪啊！因咧讲甲做拢无同款呢。蒋中正告诉我们，杀猪拔毛，反攻大陆，啊，就对啊！我迄阵啊做兵的时候，我做义官的时候，那是讲，伫陈光林受信的时候，还是。每天都在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，哎啊啊，足奇怪！啊，佫刷来，佫甲芝麻讲，哎，两相好啦，真正，互阮感受到吼，足奇怪啦。所以，这大家去思考看卖。拢，因为迄阵的时，阮阿公在做保证，保证大家应该清楚嘛吼。那讲李定可能记录个吼，村的嘿嘿。那有咧，日本政府干有咧还钱？无啦，迄时那个。容易的职务啦，伊咧甲即村呢，咱啊四
啊，就去甲他发落，桥派去去甲到募款来做桥做路，拢咧做只好代志啦。啊，甲即嘛来，里长啊咧领钱啊。议员要红选，人咱去甲登一票，伊也要领钱啦。咱来甲登一票，伊拢要摕30块啦。什么拢用钱咧？啥？拢咧啊做这个单位啦。啊，咱起码车拢为钱为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有这个。依照这个价值来衡量啦、啊，你看这个卡棒是不是？迄个要做名牌包包，我甲阮太太讲，阮查某囝我好心啦，伊伫英国咧上班啦、啊，送阮太太一卡包包啦，我讲迄你卖赶出去啦，你赶出去遐、那個。边啊，遐个人拢看你迄包啦，你迄包你都爱顾较好势咧。啊，就是安尼啊。你一包啊，10几万啊，掼伫手诶，都啊害啊害。啊，你讲，你要去报人讲啊，来甲抢，来甲抢，来甲抢。啊，厝诶。迄、那个怎铁窗啦，铁门直直摔啦。迄阵啊，阮老爸迄阵的时代，后迄个铁窗，后迄个铁门，门要困在卡里尔，所以拢无这个代志啦。阿公，日本的时代外卖都外卖。啊，佮佮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即咱大家也无注意，回去爱去往去倒宣传。这回科批救灾演练的时，我去看电视，哎，出来啥？日本国旗也出来啊！台北市救灾演练，有看到电视的人。日本国旗的人举手一下看麦，看大家有看到无？拢迄阵人较袂遐注意啦，拢唔知影啦，哈、啊？什么？我听无？都唔即个，都唔即即三工救灾演练，台北市的救灾演练过啊咧，两三礼拜前的咧。好、哦，伊迄就讲日本啊来参加这个演习啦，派人来遮，哎呀，足奇怪，足奇怪，咱的演习因会派人来，大家去想看卖咧，啊是安怎因要派人来？啊，另一个国家，阮啊一个国家。实际上，日本人最清楚，因为这两百度，大家看卖哩，边啊这两百度，这是什么？日本的二重桥啦，这个叫做二重桥啦，两个音，一个二重桥啦，啊。住伫遮这个呀、啊，日本天皇啦，啊，罗斯咧讲就是讲你们啊，给你们自治啦，啊，土地所有权就住在里面的人啦。伊个唔甲你讲啊清楚，甲你讲一个一半，讲要互恁自治，模糊啊，美国上爱模糊政策。
啊，所以咱遮读个有当时啊，足困难突破的。真正，我去个我一个学生讲，伊啊足优秀啊。以前伫索尼啊，迄个有做国际牌吼，一个做行销的经理，足优秀呀。啊，我是咧做讲座教，咧做助理教授啦。我甲讲，伊讲老师啊，插政治是咧比拳头母的呢。我甲讲哦，当然，你安尼讲，我那无法度可甲你否认啦。较早是安尼啊，今啊，你爱了解讲国际法、战争法。你若唔知影国际法、战争法啦，当然你讲比拳头无呀。是安怎爱了解遮？尤其是战争法啦，咱台湾的学者拢无读啦。秘书长去请教彭明敏教授，彭明敏教授去甲请教的。彭明敏啊讲，啊林先生，我战争法无研究啦，啊，这那是事实啦。现在台独大佬他们的想法，拢以为住在这一块岛上的人民，就有自己可以来决定这一块土地的主权，因为想法。要安尼啦，实际上有可能无？无可能啦，安那无可能？你上上课有讲过啊？无，我唔知啊。可能有诶老师有讲过啊，讲师有讲过啊。大抵国宾饭店诶人，因悄悄咧大。五六十年讲啊，咱来表决讲国宾是咱遮个住伫遮个人的主权，咱来斗阵分好啊，吼！安尼会使也袂使，是毋是讲这个咧，予大家听过？啊，这就是安尼啊，这就是啥？台独的遮个人，伊都无了解到战争法。啊，无了解到确实台湾的迄个地位是安怎？伊敢若讲啊，到旧金山河边钓鱼，讲日本放弃啦，啊，放弃就咱住伫遮的人个呀。我举两个例子，我甲讲吼，李登辉啊，要会审，有啊无？伊是安咩会审？伊若讲我着民选的啊，我台湾县甲改掉，我着变剩一个台湾啊，着台湾政府啊。伊若想要安尼啊，美国啊讲安怎？袂使你嘞，伊若错一个啊，袂使你，你想无啦？阿无行动神啦！现在要有台湾省主席，怎样压手的好不好？哦，谢谢啦！阿有诶，我唔知啊。要有台湾省主席啦！台湾省主席就是新的市长啊，做两年嘛，啊，才退了后才去做。台湾省主席啦，林正泽啦，大家捌林正泽不？捌你吼，我都甲伊捌同事过了，我那甲伊同事，
伊拄啊伫一个大学咧做董事啦，啊，我呐伫大学内底咧做董事啦，所以我知影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啊，这就是李天辉的代志。阿扁啊，做到总统，伊讲李天辉要贿选袂使咧，啊好，我直接来申请联合国，资料捡起咧，甲寄去。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希文甲退惊，连开也无甲开啦。伊安尼莫名其妙啊！联合国奈，伊讲好啦，联合国唔敢接受。啊，再台独，再人讲啊，都咱到底家来公投啊，好来办公投。啊，美国讲安怎？讲袂使哩，啊！你是麻烦制造者，有啊无？这大家知影啊，知影牙臭这里。嘿，差不免去。伊就讲，阿扁啊，你是麻烦制造者。啊，你看，到尾阿扁啊讲，我无可能，什么人也无可能啦。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都唔知影战争法律哪有法度？咱个讲倒转来，现在伊有甲咱讲啊，要予咱自治，就是咱在大日本啊之下的一个邦联。所以回去一定要跟咱的乡亲讲，咱是什么身份？咱是日本的台湾人，日本的本土台湾人，因为咱不是为中国下来的，咱不是啊中国人，依照马偕医院林玛丽做 DNA 的调查，咱大部分是平埔族的后裔啦。足简单，无顾坐大位的，恁是毋是无顾坐大位？那是的人，你就是平埔族的后裔啦，中国无这个例啦，中国无这个结婚的时无古阿来坐大位啦，这是平埔族的风俗啦。啊，这所以就足正确啊！咱讲咱中国人，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哦，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知影啊，回去一定要跟咱的朋友亲戚讲，咱现在的现况是啥？现在的现况就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它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。这安怎讲？咱从整个最近讲到来了 F18。降落有啊无？啊，迄阵啊讲安怎？讲诶，我们有主权独立了啊，他怎么可以随便开战机降到我们台南机场来？大家想看卖？无想讲。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，把日本打败，他是取得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，只是委托蒋啊
中正派人来接收，啊，接收了，恁都无法度阁转去中国去啊，啊，就安走走来秘伫遮，是安尼呢？啊，所以是这个现象。啊，讲，迄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，美军要入来。哎，迄阵啊，八八风灾，因那个救难机，迄阵啊宣布讲世界各国拢要来甲咱支援，咱迄个马英九讲全部拒绝，不爱让世界各国来救援。美国那是救援的飞机直接飞到台南去，在台南机场降落，这哪拢熟悉的代志？迄哪有骗子啊？闹伫这个内底，吼、哦、啊！这是讲予大家我较了解，讲咱现在的现况是啥物？咱是美国占领嘛？啊，日本天皇还拥有台湾这块土地，因为是安怎？四月七日，中华民国甲咱讲啥？愚人节有安尼啊无？迄阵啊讲四月一号不能算哦，四月一号都是骗人的哦。哎、很奇怪的，为什么会？我们以前是小孩子，怎么会教我们四月一号是愚人节？四月一号是什么日？大书可看嘛？但四月一号是1945年四月一号是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啊明治宪法，台湾选三个啊参议员到日本东京开会，还选五个众议员。参加日本打战太平洋战争啊，去战死的，在南洋打战啊没有回来的战死的那些人，死掉了以后，他把他安放在东京啊靖国神社，这都是事实。有39,100，这种事实啦，这个是不能磨灭的，因为按照国际法，日本已经把台湾原来是殖民地，慢慢啊，皇民化教育以后，把它改为。啊，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变成台湾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早期中国也并不清楚，当时候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啦，还手握拳头告诉台湾人民说，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那个时候刚好李登辉要选总统了，明显的总统，所以当时候他说，哦，台湾是他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因为他不知道。后来他们高层都知道了。我们等一下也有一个啊幻灯片哈、哦，给大家知道。都知道了以后，现在改变了，他已经改变了。
在中国高层的都知道了，现在把台湾的问题，他们讲说啊，是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了，他已经现在讲核心改变了，不是说不可分割的领土，现在变成台湾是啊大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你用战争拿不了台湾，这个是摆明的。所以我们各位同亲回去啊，有小孩子你要告诉他加强日文，加强日文，以后我们是英文日文必要的，这是未来的趋势。谈到这边，有一次我们的学员，因为大家是初级班啊，高级班的时候了，有时候我都会问啊，有没有从国外回来初级班高级班授信通过的年轻人，如果年轻人我都有送一个徽章给他了啊，我们这个徽章给他，很难得从国外来有一个从南非来的，那个不知道第几期了，如果要查的话可以去查啊，查到那是第几期，南非回来的那个女孩子的年轻人，二十几岁啊，啊，我就请他来报告一下，他说他父亲啊叫他回来受信，受信完了以后啊，他还在大学读书了，他说还安排去日本啊交换学生一年，专门去学日文的。我看他的父亲啊真的是在培养他的孩子，学会以后我们都会用到的，所以我也在这个地方跟年轻同亲讲，日文是未来蛮重要的，这个是大家有机会把握，哦，这个要告诉啊，我们再来看啊，下一个准备的 PowerPoint 来看看。这个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那么这个就是啊，马英九的好友啊，金普聪，他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，对马英九讲说大船离港论。啊，早期当小孩子的时候都听到大船入港，哦，啊，这是大船离港诶，出港诶。啊，迄阵啊讲入港啊，啊，即阵讲出港啊。啊，迄阵啊大船入港是啥？美国载一挂面粉啦，啊，牛奶啦，牛奶粉啦，来援助我们嘛。好，啊，即马伊去美国做代表，等下爱都甲讲，啊，无怪大家拢安怎闹跑啊，拢伫咧准备要闹跑啊。
啊，这都熟悉的啊，啊，这也不是我咧造谣吼，这拢有报道吼、哦，因为我本身是教授吼、哦，没有根据吼、哦，我不会乱讲啊，吼、哦，这一点不是讲咧卖药啊吼，啊，江湖来的底下咧跑跳的吼、哦，底下咧卖药吼、哦，有证据啊才会。给大家啊知道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不是要准备绕跑了啊？当然，这个有的可能有的讲师会没有讲到了哈，我也补充一下哈，为什么？